这是弟弟的火车城市。真的很像城市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超像城市的。如果再铺两个垫子就好了。啊，不用铺垫子，不用铺垫子，这样子很漂亮啊，弟弟，你看。有啊，我觉得真的很像城市哎。那我也想看看。我待会给你看哦。你看你的城市有好多车车哦，我们来看车车好了。这个是混凝土一般车，还有小高铁模型，还有堆土机。那个高铁是用我来代替的，在路上走的那种转圈圈轻轨。是啊，那你这个是要干嘛的？摆在地上啊。嗯，因为那个我拆掉了。是啊。还有飞机哦，这个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来了会被恐龙吃掉吗？对啊。是哦，哇，还有赛车哎，赛车，还有车头，还有挖土机。车头。弟弟啊，哇，还有蒸汽火车，我看到蒸汽火车头在这里，还有翻车的隼鸟号，那个隼鸟号翻车了，要不要给他走一下？好可怜，他翻车了。翻车，等一下。帅。真的好厉害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弟弟。好，隼鸟号走过来，我看一下，走过来没有超厉害的。这个是不用用电池的。哇，弟弟好壮观哦，到处都是火车。以后你生日你可以买火车铁轨啊，这样子你的铁轨可以组更多。是啊。对啊。可是你不觉得只有铁轨很无聊吗？没关系。只有铁轨没有放火车哎。哦，对啊，是啦、啊。